我的天啊，竟然有人在猫猫捏捏乐里发现了十二生肖限定版的纪念币，太神奇了！哇，解压喵咪里面还能找到十二生肖限定版的纪念币，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错过？可惜我零花钱用光了。叮叮叮，我有小卖部招齐。你们要的猫猫捏捏乐已经买回来了，要是猜不出纪念币，那可亏大了。猜不出再买呗。你看这些猫猫多可爱，你们喜欢我吗？快点给我点个赞。不知道这么可爱的小猫咪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十二生肖纪念币呢？捡一个就知道了吗？小伙伴给我点个小心心，集集欧气吧！我的小猫咪好呆萌哦，软软乎乎的，哇，它尾巴还会动哦！你们看它的毛发好逼真哦，好像有硬硬的东西，我要对你下手喽！都爆出来了，这是啥？让我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。发现了，让我去清洗一下。原来是兔纪念币，有属兔的小伙伴吗？屏幕上刷起来。苗姐苗姐，我找到了。哇，你怎么这么好运，第一个就开到了。自己开自己开自己开，哼，小气，我自己来。我就来个视频同款黑色的。这么可爱的小猫咪，你们觉得它里面有没有藏着纪念币呢？一定有的。哇，它好可爱哦。来了，你这个大肥猫，我要解你。哇，哎，急了什么出来，好解压哦。看一下，诶，是不是有东西啊？怎么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找到，好失望啊，啥都没有开到。看来今天我欧皇附体了，纪念币归我了，就你了。别看他呆头呆脑的，里面肯定藏着宝贝，捡它。哦，全都爆出来了，让我找一下。哦，有了有了，猜一猜是哪个生肖呢？噔噔噔噔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快点打出来！又有一枚纪念币喽，不要太羡慕哦。哼，小伙伴们，快点给我点点赞，收集一下你们的好运气。我就随便抽一个，我就来这一个白白嫩嫩的，我相信它里面一定有。你们平时喜欢撸猫吗？太 Q 萌了，不过你还是逃不过我的剪刀。哇，喷的全身都是了。咦，啊，付出这么大应该会有收获的啊。白白的也是什么都没有，我这什么神仙运气，今天手气这么背，不管了，最后一个也归我。你是我们全村的希望了，一定要争气一点啊。让我来捏一捏你小肚肚。哎，我好像摸到硬硬的东西了，难道里面真的有纪念币？拜托，我要一个视频同款的。哇，急这个真的好治愈哦。嗯，这个硬硬的东西好像在里面耶。嗯，哇，我发现有东西了，看一下。哦，哇，真的是视频同款，我没看错吧？赶快去洗一下。哇，好闪哦，看起来超霸气的，四大神兽，左青龙，右白虎，你们知道上下是什么吗？小哥你看是不是快闪瞎眼睛了？苗姐，我可以跟你换吗？两个换一个，超划算的。我才不跟你换呢，我这个可是十二生肖限定版的纪念币，你这两个回去吧。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赞还有关注，喵。